我想尽力用料理去感动每一个人。辣椒怎么可能是不辣的呢？对啊。于是我开着快客厨房，从北到南走遍台湾69个客家乡镇。杨桃跟鱼你搭过吗？我吃那个杨桃，这个蜜杨桃之后呢，它有酒香在里面，可是没有酒的那个冲味哦，完全是酒的香气。而且这道菜我觉得是男人的菜。每周日下午5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爱玩客吃快客厨房，出发。